감사합니다. 텔레비전이 전기를 모른다면 그 텔레비전은 바보요. 그렇죠? 네. 그것은 사람이 뭘 모르는 것하고 꼭 같아요? 네, 생기, 생명을 모르는 것하고 꼭 같습니다. 네. 아, 그런데 불행히도 저도 의사지만은 생명이 뭔지, 생기가 뭔지를 몰랐습니다. 네. 그건 마치 텔레비전이 전기 없이도 혼자서 뭐예요? 화면에 그림이 나오고 소리가 나온다고 생각한 거예요. 예. 그렇죠? 예. 그래서 텔레비전이 자기 자신을 발견했다라고 하는 것은 아하, 뭐를 발견했다는 말과 같습니까? 전기와 그 다음에 뭐예요? 전파를 발견했다고 합니다. 예. 텔레비전 안에서 일어나는 그 화면에 나타나는 그림 그리고 소리에 나오는 그 소리는 자기 속에서 저절로 나오는 게 아니라 뭐예요? 바깥에서 들어오는 전기를 받아서 전파를 받아서 나타나는 현상이라는 것을 接收了各种 그 텔레비전은 신시 자기가 누구라는 것을 电源源源不断地供给到电视里的时候 네. 他才会演出各种各样活灵活现的节目 의과대학을 졸업한 의사인데 那么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呢 이, 여기 저 히팅이 너무 세다 이게 아, 这儿的暖风好像有点太厉害 근데 当时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呢 그것이 분명한데 아, 我们知道生命是 전기가 뭔지 有一个 전파가 生命的力量 但是我们却 모든 게 스스로 되는 줄로 电源不了解 所以我们认为生命是 自己使然的 옛날에 우리가 전파를 몰랐던 시절에 过去我们还不认识 전기가 뭔지 몰랐던 시절에 电讯电子讯号的时候 아시겠어요 그래서 이제 일본서 라디오를 사다가 시골에 那么, 갔다 오니까 시골 사람들이 어떻게 할게? 拿了一台收音机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어떻게 할게? 신奇 라디오 속을 어떻게 해요? 아, 大家呢 周围的人都围着这个收音机 往里面瞧 속에 사람이 들어있는 거예요 아, 他们以为这个收音机里面会有人 小人在里面做广播 그만큼 무식했던 때가 있었다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对我们所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我们所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世界是这样的无知，那么病是什么？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得病？那么就要明白我们身体里头生命是怎样运作的？那么病是怎样破坏正常细胞发生了病变？我们身体的运作机能就要发生变化。 그리고 그 세포의 성능은 하여 细胞的功能呢是由已经编入细胞内的生命程序来主宰运作的。那么这就是遗传基因。那么遗传基因怎么样才能被激活呢？就是靠我们身体外面输入进来的，就像电源一样的生命的气息来激活的。그래서 所以呢，生命的气息和遗传基因的关系呢，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重新找回我们自身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要对这个生命的气息做一番深思熟虑。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啊，明白了。 生命的气息就是来自于真善美。那么我们要今天在今天的讲义里再一次明确这一点。那么啊，胸口堵的话，气憋的话，那么生命的气息呢，从外边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
但是我们呢没有막을수가있습니다、啊、没有做好接受吸纳这生命气息的准备、啊、那么气息、供给不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活力어떻게되면은그생기가막혀서那么순식간에정신을잃을수生命的气息不断的供给给我们但是我们拒绝它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比如说我们啊就是虚假的东西比如说谁欺诈了我让我上当受骗啊这个时候我的信心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啊、那些欺骗我的却恰恰是我最信赖的人那么这时候打击就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就觉得胸口闷得慌难以喘气那么阻碍生命气息进入我们体内的就是假的东西那么什么让我们的气息畅通呢就是真实的东西哇是啊道理原来如此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的时候我们的气息才会畅通还有什么时候我们的气息不畅通呢还有我们遭受了一些真的十恶不赦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谁残酷地杀害了我的亲人啊把我的亲爱的小孙女绑架以后、啊、杀害以后埋在了荒野里那么听到这样的惨无惨绝人寰的、坏消息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胸口很闷无法正常的喘息、啊、生命的气息就被阻止了但是相反当我们看到真善美啊，一份内心的感动涌动的时候我们觉得生命的气息在我们里边全有但是我们遇到那些让我们切齿的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气憋得慌所以说呢真善美是生命气息的本质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么由于遗传基因导致的各种的疾病我们不称为成人病了我们称之为生活习惯病那么在中国呢现在还不称为生活习惯病前不久我去过中国在中国进行讲义在中国他们不称为生活习惯病他们称为富贵病为什么呢那些有钱人那些 富贵的人、啊、都得这种病得这种病的概率比一般人要高得多在我们韩国那么那些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得这样的病所以称之为生活习惯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三到四年之后就不再是富贵病了就是大众化的生活习惯病了因为中国现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贫富差异所以生活习惯病呢、那些骑自行车、那些吃粗茶淡饭的人们呢就 很难得这样的、生活习惯病내가어떤생활습관을사느냐那么我的生活形态生活习惯如何呢、啊、那么不好的生活习惯就会导致 我的身上发生这样的疾病那么到底生活习惯和我们的遗传基因有什么关系呢生活习惯到底有何等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遗传基因以致遗传基因发生病变呢那么今天大家要对这个问题要进行思考生活习惯里到底有什么以致能够让我们的遗传基因发生变化呢让遗传基因发生变化其意思就是遗传基因是各种信息组成的那么信息是各种排列组成的那么遗传基因发生变化就是让遗传基因的结构发生变化那么下面看这张遗传基因的
结构图。昨天我们学到了细胞核里边有染色体，是吧？染色体呢？是一种这种长长的线组成的一个团线团。那么这个线团是线是由遗传基因组成的。那么把遗传基因再放大一些，我们来看一看啊，遗传基因就是这两股绳。两股绳这样像交叉着形成的一个长长的链，是双重螺旋线。那么 DNA 就是双重螺旋。什么是 DNA 呢？이이중나선을만드는부속품입니다就是 DNA 就是组成这个 双重螺旋线的部件，各种部件，这个白色的线段，那么一块一块连接起来，连接的这个橙色的东西和这个下面有颜色的东西，这三个物质连接线，还有它的这个线，这三个物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叫 DNA， 脱氧核糖核酸。그러니까유전자는 DNA 들이어떻게해서만들어진거예요遗传基因呢就是 DNA 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它们这样每个 DNA 的单位这样拼接成一个长长的遗传基因链。那么，遗传基因的组成的因素就是 DNA。那么，遗传基因就是 DNA。DNA 是各种。그래서여기서보면 DNA 的组合유전자는무슨식구조다아뭐遗传基因是一什么结构呢？就是组合的结构。DNA 보면은여기 DNA 那么这就是 DNA 토막줄그다음에줄을잇는连一个白色的线，然后连接的叫인酸。인할때그렇죠인산인酸그다음에然后连接上面这个黄色的 A 叫染基，叫染基，영어로는 base 라고 그래요。이 염기가 있는데 네 종류의 염기가 있습니다。那么有这种四种碱基 ：A 碱基、T 碱、T 碱基、G 碱基、C 碱、碱基。저 염기가 유전자 안에서글자의역할을하고있습니다。那么这四种不同的碱基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形成了遗传基因的信息。这염기들의네종류의염기들의배열순서에따라서뜻이달라집니다。那么四种碱基不同的排列，就形成不同的信息，就像不同的文字由不同的偏旁部首组成的一样。DNA 들이각기그러니까몇가지종류의 DNA 가있어요那么有几种 DNA 네가지종류의 DNA 有四种네가지종류의 DNA 가존재하는이유는存在的理由呢네가지종류의뭐가있기때문이다因为有四种염기가있기때문이다碱基有四种所以遗传基因두종류의염기만있으면 DNA 가두종류如果只有两种碱基的话네가지종류의 DNA 핵산이있는데그이유는有四种 DNA 中间有四种碱基存在ATG 네종류의염기가이렇게탁탁조립이됩니다那么这四种碱基形成不同的组合。조립이돼서이렇게길게이제연결이되는것을那么四个组合形成一个链。나선형으로双重螺旋线组成的一个结构，就叫遗传基因。그래서이유전자들은네종류의각각다른那么遗传基因呢是用四种不同的 DNA 的组合形成的双重螺旋的链，这种结构大家明白了吧？那么什么是问题呢？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就是这种染基的排列顺序被打乱了，发生了错乱，发生了错位，这就是遗传基因发生了变化。영어로那么用英语讲예를들어서 G O D G O 하면이거무슨뜻이에요 D
那这三个文字的排列就是嘎，上帝的意思。那么把这个排列顺序给它改变了 D O G 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狗了是吧？그러니까이글자라는것은什么文字呢？就是排列排列的顺序。这种排列是上帝的意思，信心。那么基因呢，就是 A T G C 这四个字母排列的各种的文字信息，不同的排列会形成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文字会传递不同的信息。我们的身体就是各种细胞组成，细胞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由信息、由文字一样的信息构成的。那么这个文字为什么存在呢？文字为什么会存在呢？就是要传递信息，为我们传递旨意。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呢、都圈写着某一种指令，某一种指令。암세포를죽이는 T 파구라는백혈구를昨天我们学到了专门杀死癌细胞的 T 淋巴。大家看这张图。T 淋巴这是白色的，就是 T 淋巴，中间大的就是癌细胞。T 淋巴속에는那么这个 T 淋巴的里面呢，암세포를죽이는有一种杀死라는물질을생산해내는유전자가있는데그유전자는杀死癌细胞的淋巴毒素。那么这个淋巴毒素的产生呢，就是这个 T 淋巴里边已经有一道生产淋巴毒素的程序命令。那么已经有了这个程序，就是遇到癌细胞你就要生产淋巴毒素然后去杀死它。那么这已经是预定好的，已经计划好了的命令，已经镌刻在，已经编入这个细胞里面的程序了。当遇到癌细胞，这个淋巴细胞呢 ，T 细胞呢，就会按照这个程序命令去生产淋巴毒素。这已经是编好了。你们不觉得这很新奇吗？大家刚刚吃过用过早餐。那么，지금제강의를열심히듣고大家在认真的听我的讲义。여러분지금여러분위장속에들어있는음식이소화되는지안되는지걱정하고있는사람손들고那么你们有没有人担心你们胃肠里面的食物是不是正在消化？그런데但是呢，음식이들어가서그게영양食物进入到你们体内以后呢，그게전부유전자의작동으로那么直到营养被吸收到体内，所有的过程都是遗传基因按照已经编入的程序在运作着。要么把食物进行分解以后，然后把它转化成身体能够吸收的营养物质。那么这一切程序，按部就班的程序，很亲密的程序，是按照已经编好的程序，一丝不苟的精确的运作着。那么我们呢，对这些并不经意，并不去刻意去注意它，但是身体。더지능적인존재가已经编好的程序여러분의유전자를运作着생기를보내서작동시켜주고生命的气息源源不断的吸入到我们体内那么就让这些所有的遗传基因的程序一丝不苟的精确的运作起来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体也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有机体它的运作是十分精密的，连这些大夫们啊，还没有明白这些遗传基因的运作道理的时候，就已经本能的知道了使人的身体是比我们医学界想象的还要精密。那么这个就是说啊，我们人体生命体的存在，就是有一种创造生命体的更高的智能体的存在。伟大的智慧的存在。那么这个智慧呢，和我们的知识无关。我们并不懂得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通过生命的气息，把我们
把镌刻在我们细胞里的生命的气、生命的程序呢，进行运作。那么过去中国人把这个生命的气息、智慧称为什么呢？中文称为气。입니다. 예. 아, 소위 아는 것은 지혜고, 그렇죠? 그다음에 그 자체가 힘이 되는 거예요. 에너지. 정말 힘량, 정말 능력. 그래서 우리들의 생명 현상을 소위 우리의 생명 현상은 지혜 源源不断的 되다 维持. 그래서 여러분, 저는 이제 의과대학을 졸업한 의사입니다. 아, 我从 의학원 毕业以后 成为 여러분이 이렇게 물어봐. 아, 의사. 有人问我, 의과대학에서 배울 때, 你们在医学院学医的时候, 이 생기에 대해서 배웁니까? 学过生命的气息吗? 我说从来没有. 우리 의과대학에서 전혀 이 기에 대해서, 医学院 教科书里, 배우는 게 生命的气息, 对智慧, 没有, 一言半句的提及. 我们只学身体的结构. 그래서 생기가 들어와서 생명의 气息 진입하는 시킨다는 개념이 하나도 怎样让我们体内的 그런 면에서는 这方面 동양 사상 중국 사상이 所以说我们东方的思想 尤其是中国的思想 是非常非常伟大 근데 이제 문제는 이겁니다 那么问题来了그 생기가 那么这生命的气息是智慧的话 그건 굉장히 참 우수한 개념이요 啊这是非常伟大的想法 진선 뭐요 因为生命的气息是真善美的话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근데 불행하게도 非常 伟大的一个, 기가 뭐냐고 물어보면 사람들이 뭐라고 대답을 해요 那么当你问到什么是气 什么是气 기가 기지 那么气就是气呗 기에 대해서 특별한 설명을 할 수 让我们真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还谈不出什么自我盲友 이 투병에 성공하시기 위해서는 跟病魔做斗争那么大家在这场斗争当中要想得胜的话你们要了解你们身体的结构要特别了解你们的遗传基因要知道你们的遗传基因是和生命的气息做反应的그래서 많은 사람들이 기를 받겠다고 합니다想接受这个气 공원에 가거나 산에 가면은 到山里, 아주 잘생긴 나무, 아, 还有很多, 잘생긴 소나무, 很多, 거기 가서 사람들이 자꾸 어떻게 해요? 然后人们站在这个树底下, 네. 然后摆出各种姿势, 然后用背这样去撞树, 然后想要接气, 是吧? 못생긴 나무한테 가서는 안 그러더라고. 他们不去那些歪曲的长得不好看的树, 为什么要去? 잘생긴 나무한테 漂亮的树下边呢? 长得好看的树下面呢? 为什么? 미, 그렇죠. 因为他们本能的去寻找美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美的东西会有美的气息。挺拔秀丽的树下，他们就认为那里面会有生命的气息。所以你们没必要到树下面去这样称。 你们只要能够认识到美，哇，那么看见这棵树，哇，好美啊！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感动，那么这种感动就让你们什么感受的这种气，因为这个生命的气息是来源于美对美的感受。感受，掌声响起。嗯，그게기요。这就是气。 그러니까앞으로기받는다고뭐이러지만지금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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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지금
动来接受气息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属灵的存在。그래서우리인간은분명히那么我们人呢？몸을가지고있지만尽管我们有身体被赋予了身体，但是我们的本质是属灵的存在。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그래서여러분의몸이大家的身体그냥물질적이아닙니다不光是物体的物质的存在그냥물질적이라면고기덩어리만있지那么光是物质的存在的话，大家就是行尸글자가기록이되어있습니다
那么你们的细胞里面就不会有这种生命的文字被镌刻下来。그래서所以呢，进入二十世纪科学家呢，认识人类的认识完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人们明白了遗传基因以后，就觉得人体呢不光是由肉体组成的，而是什么呢？用生命的文字、生命的信息组成的。那么这些生命的文字有一种意思，有一种意义，传递着一种信息。글자덩어리기도하지만은더나아가서우리자신을무슨덩어리라고볼수있는거예요整合的同时뜻덩어리라고볼수아这些文字也有一种啊旨意，有种意义存在。예那么这所有的文字，我们镌刻在我们细胞里面的所有的生命文字，传递着一种生命的信息。刚才我们学过 A T G C 四种碱基形成不同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们身体就是正常的。但是这种组合被打乱了，那么这儿有 G A C A C 两个字母的顺序被打乱的话，那么我们身体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疾病 ？C 和 T 如果位置变化的话，又会形成另一种疾病。所以呢，在哪个位置上，在哪个文字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身上体现的病的种类就会不同。所以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遗传。组成遗传基因的碱基的排列顺序被打乱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所以呢，我们科学家把它称为碱基排列。那么你们不论你们身患何种疾病，都是你们遗传基因的碱基排列发生了错乱。当你们去医生那里说什么肝不好啊，肾不好啊，心脏薄弱啊，这些啊，过去这种传统的诊断呢，都是过时的。那么我肝细胞的碱基排列发生了错乱，那么医生们会怎么样？哇，这个人。哦，了不得了不得了！医生们会更加精心的去为你们看病。如果这个医生不懂得碱基，什么是碱基？什么啊？冒烟啊？这样的话啊，这个医生呢得重新回到医学院去修炼了。大家要记住，碱基排列。그래서염기서열의변질이碱基排列的。变化呢，就会导就是导致各种疾病的原因。不管你患什么样的癌症，不管你患什么样的疾病，都是由于碱基排列被打乱，发生了错乱。那么，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染基序列的错位发生的话，那么怎么样才能？使疾病得以康复呢？不管我们身患什么样的疾病，如果原因都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错乱引起的话，那么我们不要被这些各种的病症所迷惑。那么归根结底，万变不离其宗。那么治病的原因就是什么？是一样的，因为治病的原因是一个，所以治疗疾病的原因也是一样的，一个。저꼭대기에있는염기서열의변화나중간에있는염기서열의변화나밑바닥에있는염기排在最头的碱基序遗传基因的碱基序列发生了错乱，还是排在最末尾的遗传基因的碱基序列发生了错乱？那么都是。其正常的位置发生错乱，那么让疾病得以康复的方法也是一致的，
病的症状是千差万别的，病名은달라도病名是各自不同的，但是治病的原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是一个的话，那么让疾病康复的原因也只能是一个。자好了，병을낫게한다는것을疾病得以康复，말로우리가치유라고부릅니다치유我们称之为여러분들은지금치유를위해서你们为了治愈来到这里。여러분은치유를위해서왔습니다你们为了治疗，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治愈来到这里。여기서는우리는치유를이루기위해서我们在这里要成就的就是治愈，通过这个健康讲座，我们就要让患者们得以完全的治愈。병원에서는뭐해줍니까？患者呢，希望自己的病能够得到完全的治愈，但是医院呢所做的所有的医疗过程其实是治疗过程。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解决病源。那么医院呢，一直在治疗病的症状。所以根据病的 种类的不同，症状是千差万别。所以呢，如果治疗的方法呢，因为它是对症下药，所以它是治疗方法是千差万别的。就像昨天我们举的例子，地上溢满的水，你可以用拖把拖，用可以用哨子勺，用化疗这把哨子勺，用物疗物理疗这种拖把来拖，但是病源水龙头坏了的水龙头还没有得到。여러분그동안에걸레질하신다고수고하셨습니다所以大家드디어迄今为止呢一直在什么忙着治疗，但是今天你们来到这里，终于找到了治病的原因，可以治愈你的疾病。드디어유전자의연기서열을고치러终于明白了啊，治病的原因是碱基的排列发生了问题。그런데那么내가가진병이어떤병이든不管我身患什么样的疾病，염기서열을회복시키는방법은恢复碱基的方法也是一个。그래서이뉴스타트프로그램이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이렇지않으면이프로그램은사기요才有意义，不然的话这只是一个骗局。动脉硬化等不管你是动脉硬化、心癌等、心脏疾病、老年痴呆症，不管你身患什么癌、大肠癌。胰腺癌、肝癌，不管你身患什么疾病，其病治病的原因就是什么？组成遗传基因的碱基排列发生了错位。昨天大家通过基因图谱已经了解到这一点。那么恢复这种错位的碱基的排列，使其恢复正常，这就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处。啊，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身体不光是肉体组成的。완전히물질적인존재만은不光是物质的存在，而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镌刻着生命的信息。大家身上带没带圣经？谁有圣经？给我拿了一本。이성경책을보고那么圣经里是怎么写的呢？뭐냐하고묻는다면은那么圣经是什么呢？없어요아무책이나좋아요随便给我拿本书，赶紧。자이게성경책인데这是一本圣，这是一本圣经。假如说这是一本圣经啊，여러분，大家看，모든사람이고기덩어리인것처럼，所有的人体是由肉体组成的一样，所有的书都是什么？由纸构成的，是吧？它的物质是纸。모든책을종이덩어리로보는사람은그那么如果你认为所有的书都是纸的话，认为它只是纸的话，那么这个人脑子是什么？嗅到了是吧、啊、脑子嗅到了、啊、他是没有灵性的人。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并不等于不存在，我们感官所感受不到的东西，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정신이있다정신이없다
그런 말 해요 안 해요? 那么我们有人说，哎呀，정신본사람손들어啊，我精神恍惚。那么你们看到过精神吗？그렇죠。啊，눈에안보면무조건없다는眼睛看不到미련한사람들啊，你认为眼睛看不到的就不存在？这样认为的人是愚蠢的。하나님봤나？有的人说问我，你见过上帝吗？당신정신봤어？啊，那你看过精神吗？你看过魂吗？생명봤습니다。你看过生命吗？생명이라는것은그생기는那生命的气息몸에들어오면进入我们身体内 啊我们就会感受到생기가존재하는生命的气息是存在정기본사람存在你们能看到电吗电能그런데그전기가텔레비속으로的电能进入到电视电视运作起来以后啊知道啊电在工作电在存在电是存在的그걸잘아셔야돼啊你们要明白这一点이성경은这本圣经呢종이덩어리임에분명합니다아그렇죠是用纸그러나종이덩어리가아니요那么它不光是纸무슨덩어리요那么纸上面有什么呢啊各种文字그러면글자덩어리라고해도이게말이안돼요那么你光说它是글자를어떻게해요还是不够的아이게当你当你读懂了这个文字的时候，你才会什么啊？原来这样啊，这是真理。너무너무뭐요啊，감사하다，有一份感动，너무너무有一份感谢啊，有一种真善美的向往。这本书才会什么？这本书才会成为生命的书。所以大家认为圣经是什么？是生命的书，就是这个道理。그러나내가이것을믿지않으면은이것은나에게생명의말씀이되지를这就不是对你来说就不是生命的书了。我们需要信心，需要基本的条件。그래서所以呢，우리이성경도결국은뜻덩어리입니다。所以说，圣经也是종이덩어리가아니라信息的整合。우리인간도세포덩어리就像我们的细胞是由各种信息构成的뜻덩어리文字体系一样。야书也是用各种文字组成的信息体系。那么我们身体的确是肉体。那么在肉体的同时，我们也是什么？一种信息的存在，一种旨意的存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镌刻着各种生命的意义。那么构成我们每一个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信息。那么信息是由各种文字组成的。这个文字被打乱了，那么细胞就会发生变化。那么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这个细胞里面的生命信息的问题。大家明白了吗？喂。글자라는것은보이지않는뜻을보이도록기록하는文字本身在传递一种信息，有一种旨意。变한것은是글자지혼자서변할수없고文字信息被打乱了。무엇에따라서변하는거예요？那么他所传递的指令信息也会发生变化。哇，그러니까유전자는遗传基因呢？뜻을나타내는글자다。是传递信息的文字，剪辑序列是什么？염기서열，剪辑排列。염기서열，剪辑排列。이말잊어버리지마。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概念。염기서열이라고하는글자。剪辑排列呢，就是。그리고여러분이유전자가글자염기서열이라고부른글자인데。那么剪辑序列形成各种的信息文字，这个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글자라는것은반드시文字的特点就是만들어야존재합니다。有谁来制造这个文字？文字不会凭空产生的。中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也不多。有很多民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为什么没有文字呢？因为他们没有造字。我们韩国有文字，有 韩文字，那么是因为世宗大王为我们造了字，是吧？就像中国的汉字是由仓硕造字一样。剪辑系列这个文字，
아주 고차원적인 是非常非常精密的高层次的文字。那么这个文字是肯定有人制造的。그러므로여러분우리인간은所以人类呢모든생명체所有的生命体里面呢都有这种生命的信息文字그것은剪辑排列땅에나는풀이나不光是地上出的一棵草动物还是人类这个文字排列都是一样的生命的程序是一样的剪辑的排列是一样的都是由 ATGC 这四个字母的不同的组合形成的文字那么剪辑排列的这个文字呢肯定有一个造字的存在那么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存在呢就是有一个存在创造了我们大家掌声一下자병이생활습관에따라서那么疾病是由不同生活习惯导致的我们说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生活习惯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我们的意志对吧여러분이만약어떤사람이一个人저도옛날에술을많이먹었습니다过去我也曾经嗜酒如命사는재미가뭐밖에없었어那么人生的乐趣就是什么呢就是喝酒왜그렇게술먹었게제가为什么这样饮酒作乐呢为什么왜먹었냐면은因为喝酒、啊、내가뭐냐인간이뭐냐고기덩어리아닌가因为我认为人不过就是한뭐요肉体한70년살다가70年60年70年흙돼버리는거아닌가不就一把土了吗그래서내가나에부여하는뜻이那么我赋予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肉体那么我一天一天的过的日子呢会有没有意义就不会有什么意义술먹는사람들은허무해서먹어요那么喝酒的人呢大多是由于内心空虚저는나이40대까지那么直到我到40岁那天술안먹으면재미가없어不喝酒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근데딱어느날깨달아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什么우연히만들어진글자라는것은절대로우연히생겨날수가不光是肉体人体里面镌刻着生命的信息有一个存在精心的在我们的细胞里镌刻了生命的程序输入了生命的旨意和命令大家看这里的 ACCTG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文字这一段是什么文字每一个组合都是一个密码都是一个文字那么科学家们终于解读了这个文字破解了这个密码그렇게돼있어요啊人体就是这样그러니까이거를깨달으면所以呢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우리는그냥이세상에우연히不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光是肉体我们不是这样没有意义的存在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都镌刻着生命的意义我们整个人体就是这种意义的整合所以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正是因为这种文字已经有战胜各种病魔的信息程序啊，饮酒可以解读吸烟也可以解读有这种程序在如果这种程序发生了错乱不再运作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战胜那些病魔癌细胞酒精都无法进行解读그래서우리몸은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非常精密的运作非常精密的一个有机体但是以前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但是通过解读遗传基因密码以后我们明白了以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人体是一个非常超智能的超精密的已经按计划被造的一个生命体我们身体里面有各种生命的信息存在那么我们的细胞里面呢每一个细胞里面镌刻的通过剪辑这样的文字镌刻的生命意义生命
程序，癌细胞除菌的 program， 各种战胜各种疾病的消化体内营养物质的程序，还有怀孕生孩子的生命程序，所有的程序已经都预先编好，然后输入到我们生命体内。通过什么？通过就是碱基排列。如果这一切的程序运作良好的话，你就是一个健康的机体。如果那么这个遗传基因的运作靠什么来运作？就是靠生命的气息，靠旨意。那么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生命信息的整合，那么有人赋予了我们这样的生命信息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价值要比我们认为我们是只是肉体的时候更加尊贵。那么我们认为我们身体只是肉体的话，那么吃什么无所谓，反正只是肉体，早晚要归一把土嘛，无所谓。但是我们生命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明白了这点以后，我对生命感叹不已。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比我们人类更加高超的存在创造了这个意义，并赋予我们人类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科学家把这个智能，把这个超越我们人类的智能，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这个存在，认为这个智慧是存在。科学家们把它称之为宇宙智能。그래서과학자들은종교적이기싫기때문에科学家们不想沾宗教的边，所以把它称之为什么？称之为宇宙智能，有一种超越人类的宇宙智能存在。这个智能赋予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信息，生命的信息。大家看下面一张图。이유전자가이제이렇게조립이됐잖아요。那么遗传基因呢，是靠各种的。碱基的排列，是两个碱基的排列，可以结合，易于结合，也易于分离。얼마만큼쉽게？有多容易呢？어른파리가아니고새끼파리두마리가两只小苍蝇，그다음에새끼파리두마리가당겨도뭐요？两只小苍蝇就可以让它아주강한결합이아니라어떤결합이다？离开，这是一个非常，약한결합，非常。그래서이게설명을읽어보면은이약한결합덕분에유전자처럼이런큰분자들은모양을바꾸거나혹은분리와재결합을어떻게해요쉽게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弱结合结构，遗传基因很容易的结合组合，也容易分解。这就是遗传基因容易可以治病也可以修复的道理。이렇게되어있기때문에正是因为碱基的排列是一种弱结合，所以呢，它有可能重新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组合。所以呢，大家再进一步研究遗传基因的话，遗传基因的碱基排列发生错乱错位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一道程序，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碱基排列。那么只要把这个程序启动的话，就像电脑程序被打乱以后有一个修复程序一样。那么通过这个修复程序，就肯定能够让这个病变的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恢复正常。好吧。所以呢，大家要牢记。치료는의사가할수있지만治疗呢，医生可以做到。치유는자연적으로됩니다治愈呢，是靠天然史成。의사가치유시킬수있는병이없어요医生无法治愈疾病。지금까지제가생기생기라고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讲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많은사람들이大家迄今为止大家都以为무슨힘이있다그랬습니까这个宇宙存在什么样的力量呢？자연自然的치유력이다그랬죠自然的治愈能力자연치유력
자연치유력은 알고 보니까 이제까지 제가 여러분께 말씀드렸던 뭐가 자연치유력이에요? 生命的气息就是自然自然. 그 생기가 존재하면 这个生命的气息存在，那么自然自愈也是可能的. 우리의 New Start 프로그램은 자연치유력의 존재를 확실히 증명하고 证明自然自愈力的存在，这就是生命的气息，其本质就是什么？真善美. 그렇죠? 让大家明白真善美을 증명하고 그다음에 인프라 기본적 조건을 어떻게 해요? 갖춰줬을 때 생명气息需要各种基本条件 이미 마련된 프로그램 具备各种生命的基本条件 이미 마련된 유전자들을 작동시켜서 여러분의 암세포를 要想正常启动的话 여러분의 T임파구를 드디어 뭐예요? 작동시켜서 암세포들을 뭐예요? 要让你们的生命程序重新启动 유전자들을 다시 정상으로 회복시킬 수 있기 때문에 자연치유가 되는 在你们身上发生以后 때문에 疾病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존재할 수가 있다 被治愈了 这就是新起点生命程序 그래서 여러분이 이 길로 들으셨을 때는 找到了这条路 여러분이 확신을 가지시고 你们要有, 이 길을 가셔야 돼요. 要确信不疑, 이게 하나의 방법이 아닙니다. 这不是一种方法, 치료법이 아닙니다. 이것은 뭐예요? 这是什么? 이 New Start은 치유의 길입니다. 是治愈的道路. 치유의 길이지 从根本上让大家的疾病得到治愈的道路. 치료하는 방법은 걸레 종류가 다르다. 治疗只是用不同的手段去扫地上的水. 그렇죠. 而水龙头去修复，用中医这个抹不净的话，就用什么西医的抹不净的话，一种可能再不行的用民间疗法这个抹布来治疗，但是归根结底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当大家恢复。 生命的遗传基因，那么只要修复遗传基因，就是靠生命的气息。生命是来自哪儿？剪辑四种文字进行各种组合，形成信息的存在。我们把这个存在称之为创造主。 인간을 만든 존재는 글자도 만들어내서 프로그램 창조人体的这个存在创造主 그리고 동시에 在人体的细胞里 생기도 보내 镌刻了生命的信息文字，同时向我们源源不断的提供生命的气息。 프로그램이라고 할 什么是程序呢？ 어떤 사람이 프로그램을 짜야 돼? 什么样的人编程呢？ 어떤 사람이 프로그램을 짜야 완벽한 프로그램이야? 什么样的人编写的程序 是完美的程序呢? 是那些优秀的头脑不发达的人编的程序可能就是一等的程序 이미 모든 것을 예상할 수 있는 존재가 全知全能能够预见未来的存在，编写的程序才是完美的程序。在我们人体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病变，已经预先编好了所谓的程序。所以这个程序可以战胜癌细胞， 就像 T 淋巴分泌 T 淋巴毒素一样，所有的程序已经是预先，不是事后的安排，而是预先已经编好的程序。 这不是宗教，这是科学。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接近这个领域以后呢，就会发现，我们人体有一个创造我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就像文字得有造字的人，文字才会存在一样，是吧？所以呢。 이것을 여러분이 탁 받아들이고 大家领悟了这一点，接受了这一事实以后， 자신의 뭐가 달라？你们的生命意义， 가치가发生变化，你们生命的价值就会顿时倍增。有价值的东西，大家不会，大家会非常爱不释手，因为是有价值的。
大家会很珍惜它，是吧？哎，나는쓸데없는哎，我是个没什么用处的人，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样你们就会破罐子破摔。哎，他得过且过吧，병나든무슨啥病也是，反正得，反正到头一死嘛。내자신에대한가치를因为大家没有认识到你自身的价值，你作践了你自己生命的价值。제가옛날에술을막먹고过去我饮酒，몸에나쁜건줄알면서食物也是，逮什么吃什么。햄버거니이거몸에나쁜거다알면서도맛있는데안될거예요아还有一些不良的快餐食品나를这些东西什么나는가치없다逮什么吃什么，这是什么自己在作践我的生命，我不过就这样死了拉倒呗，人生大不了一死。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作践自己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我的生活是习惯也会变得什么越来越糟。这是好的意义呢还是坏的意义呢？当然是坏的意义。那么如果大家在人生当中遇到非常非常深刻的问题，比如说我一辈子积蓄了一笔钱，但是朋友借去以后，然后就不还了。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내가사는길이어떻게살아요？나를죽이도록살아요，살리도록살아요。那么我的生活呢？是让我的生命生命能够活跃呢，还是去死呢？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不断的扼杀我们生命的道路。那么坏的信息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的遗传基因里，遗传基因就会发生变质，所以疾病就产生了。所以没有这种意义的变化，旨意的变化，疾病能变化吗？不会的。你们的生活习惯会改变吗？是不会的。你们在身上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其结果只是暂时的压住了病情而已，结果还会复发。所以呢，我们的人体，我们的生命不光是物质的存在，물질도물질아고기덩어리로서의物质上분명히눈에보이는물질도존재하지만当然有这个可以눈에안보이는부분그렇죠그还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部分，那就是生命的意义。그것을유지하기위해서그래서生命的信息，为了维持生命的信息，生命的意义。虽然这本书只是눈에안보이는用纸和文字构成的，但是这个纸和文字却在向我们传递一种意义，传递一种信息。发现这个意义，解读这个信息，当我们发现这本圣经的意义的时候，发现这个意义的时候，这就是发现它的价值。你们细细的观察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里面镌刻着伟大的意义。우리인간이지금창조된존재라고그랬는데那么我刚才学到了，我们人아무리이렇게生命是의학적으로被造的存在，확실히창조된존재입니다。那么我们通过遗传基因呢，更加确信了我们生命是有一个创造的存在，是被造的存在。왜창조했을까요？那么为什么会创造生命生命体呢？你们想过吗？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创造生命体呢？유전자를보면그답이나와요那么我们在细细的观察遗传基因，就会得出答案。이유전자가변질이돼서遗传우리가병에걸릴것도뭐예요알았어아우리를창조하신존재는创造主呢已经预见到了我们的遗传基因会发生病变，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他已经预见到。那谁创造的？那么谁创造的，让我们能够导致各种疾病？那么병걸릴수없도록창조되었다는말하고병걸릴수있도록창조되었다는말의차이점은뭐예요
造我们的时候，啊、让我们永远不得病的，让我们造成永远不得病的存在的意思是什么？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不能按我们的意志去生活，只能按照创造主的意志去生活。那我要按我的旨意去，那么你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存在。啊，那么我们能够得病，就意味着创造我们的存在赋予了我们自由的意志。你们选择哪一条生命呢？是这种像机器人一样的没有自我意志的存在呢，还是有自我意志的存在呢？真正的幸福，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有自由的意志，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能够做主，这才是幸福的条件。如果你看到了一个中意的人，如果然后对他说，你以后就得按我说的去做，买东西时候得跟我打招呼，买多少钱的东西你给我打招呼，那么对方会幸福吗？创造我们的创造主不是那样的专制的存在。所以今后呢，为什么会让我们生病呢？你们不要这样怨天尤人，因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赋予了我们选择的自由，自由意志。那么你们生病了，又给你们重新恢复疾病的意志。所以大家终于决定来到这里参加新起点生命运动，这种选择也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给你们的选择，这也是与生命的一大缘分。选择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千篇一律的死亡的事情。所有的人呢，都是像机器人一样，按照规定的命令程序运作，是千篇一律的世界，不会是这样，色彩斑斓的世界。왜중구난방으로선택을하기때문에，但是选择需要智慧，就是选择会出现困惑。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智慧，选择了那些自以为好的东西，但其实是害我们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么创造生才会发现什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发现他的智慧。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因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赋予你们选择的自由，那么创造主呢就用爱来忍耐。爱是不生气，那么我们人生当中生气的事情很多，但是上帝赋予了我们生命的主赋予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所以他要不生气。爱是恒久等待到什么时候？直到这些被造的存在做出正确选择的一步，大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么既然大家做了正确的选择，大家这个对这个选择 要充满信心，是吧？那么掌声要更有力量。既然来了，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既然我们的人生就是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就要有信心，
아, 这种选择要和你们的 生活我저녁에오셔가지고생활습관이어떻게돼버렸습니까이게起这种互动的关系굉장히달라져버렸습니다그렇죠啊，你们来到这里以后，你们每天作息、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是吧？여러분의유전자那么你们通过这样的生活作息呢、习惯呢，你们的生命细胞없지요예没办法，就说肯定会重新恢复，没有理由不恢复。여기서배우시고깨닫는이뜻이大家这里通过学习，通过领悟，좋은뜻입니까나쁜뜻입니까是好的旨意呢，还是不好的旨意呢？是好的信息，是吧？좋아哦，好，그래서유전자는좋은뜻에는所以遗传这些遗传基因呢？나쁜뜻에는뭐요遗传基因呢？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馈，对不好的信息呢做不好的反馈。자보세요여러분자그래그럼그래서所以呢？이걸보시면大家看下面一张图。이과학자들이최근에보니까요科学家最近发现了이실험실에서在实验室里실험실에서이쥐가이엄마쥐거든요做了一组实验左边的那张图呢是是一只母鼠뭐하고있는거예요啊把自己的小鼠呢抱在怀里哺乳的场景알고보니까이게엄마쥐가알아서하는게这就是母鼠的本能他没有学到这是母性的本能那么母性的本能呢已经镌刻在了遗传基因里面那么老鼠的基因毒果已经都被解读了那么母性的本能镌刻在哪一个遗传基因里科学家们已经找到然后把它进行删除就像电脑里那些没用的程序可以删除一样哦、把老鼠的母性基因镌刻母性基因的基因删除以后就变成右边这张图这样了这个母鼠呢就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了什么是本能啊本能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镌刻在生命细胞里的生命程序而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东西本能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让我们毫无经验但是本能的能够去做这件事的生命程序维持生命的程序让生命能够继续繁衍维持的程序大家再看下面的照片大家看啊这是一种果蝇The genetic construction of behavior. 啊，了解 behavior 가뭐예요行为基因행동입니다基因结构的行为 genetic 유전적뭐예요구성啊，基因结构的行为行为结构구성에我们的行为呢라는논문이요就说我们的行为是如何被基因结构所支配的옛날부터이런얘기하잖아요过去我们曾经讲哈아고놈의자식하는짓을보니까꼭뭐요아你看这家伙的一言一行跟他爸爸一模一样그래서애비도옛날부터어릴때부터아침에자고깨면은반드시뭐요엉덩이를긁는버릇이있었어아那么老爸呢每天早上起来근데이녀석은애비를한번도본일이없어抓痒的习惯。임신했을때전쟁에나가서죽었어那么这个父亲呢，在战争当中，그내녀석이유복자로태어나가지고나중에키워보니까死掉了，是遗腹子。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早上起来也跟他的老爸一样，从来没见过面的老爸一样，挠屁股。那么他的行为跟谁一模一样？跟他爸爸一模一样。科学家们通过这种行为，유전자의기록이되는啊，那么父亲的行为也镌刻在遗传基因里了。所以他们就用果蝇进行了一种实验。집에과일사다가조금오래놔두면그만한파리들생기잖아요啊，你们夏天水果放时间长了，这个水果里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很小的苍蝇，叫果蝇，是吧？이쁜데我看这个果蝇很漂亮，是吧？이파리들을과학자들이가만那么科学家们对这个果蝇经过精心的观察细心的观察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么雌蝇和雄蝇交配的时候呢所有的交配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不是那种随便来的而是
行为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有六个步骤。这个雄性的果蝇靠近这个雌性的果蝇的时候呢，必须得从雌性果蝇的前方位接近它。你跟着后屁股不行。那么雌蝇呢，对此毫不做任何反应，必须得从雌蝇的前方靠近。但是任何一个前方也不行，必须得从右侧前方靠近它。左侧前方靠近的话，雌蝇不做反应。但是右侧前方还必须得有一定的角度，多少角度呢？45度的角度接近雌蝇的时候，雌蝇才会做什么？啊，做本能的反应啊，雄蝇在接近我。所以呢？这种行为的模式程式呢，已经镌刻在이상구수컷이지금이게뭐이게사십오도雄性的李向秋正在接近雌性的我们朴姐妹，本能적으로45度角度接近啊，这就是本能啊。그러면은이암컷은那么当雄性接近的时候，雌性怎么做反应呢？啊，雄性在接近我，要和我交配。那么他知道这个事实以后呢？那么下一步程序是会是什么样呢？下一步程序？那么下一步程序，这个雌性已经感受到了，他说啊，这个雄性对我有意思。你对我有意思是吧？不会的。果蝇也不这样反应。果蝇怎么做反应呢？下一步？모른척。装作不屑一顾。怎么一直往前走？那么雄性呢？잠깐실례합니다해야돼아살짝那么稍稍靠近他。이암컷이왜그러시는데요아那么是你干嘛还靠近我呀？자리를옮겨가지고이번에는45도각도가아니고뭐요？从垂直的角度接近，오른쪽날개를진동을시켜서把右翅展开，然后震动，然后嗡的唱一首爱的唱歌。잠에서깨깨요说啊，我对你是一见钟情。아하면은我希望和你。唱一首爱的唱歌，이렇게하고이렇게해서那么下一步，一二三，那么交配成功。여기모든초파리들이所有的果蝇进行交配，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科学家们把果蝇的遗传基因展开，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交配的遗传基因。那么科学家把这个遗传基因删除以后，交配的基因删除以后，果蝇就不会交配。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数码的生命是已经被什么生命程序所运作的生命体。那么这个生命程序谁来运作呢？就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来对这些所有的程序进行运作。只要我们按照造物主已经编写好的程序运作的话，我们的生命健康就不会发生问题。但是按我们的意志，按我们的习惯去固执生活的话，遗传基因就会发生变化。好，现在大家懂得了我们致命的原因了吧？그렇게된거예요啊，病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看下面一张图。공부하면재밌어요啊，学习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大家看。Science News 라고那么미국에서유명한美国非常著名的一本科学杂志叫 Science News。표지에이게나왔어요科学新闻，这是标志图。지금이게뭐예요이거这是什么？방울뱀这是크고一条독사중의독사요一条响尾蛇。방울뱀이이땅굴을파고살고있는이다람쥐를是鼹鼠잘잡은거예요아那么사이즈도딱맞고생기기도좋고响尾蛇最喜欢吃的美餐就是鼹鼠。그래서이다람쥐들은이뱀의기척만났다하면은
본능적으로 토끼야. 근데 이상하게 오늘은 안 토끼야. 那么见到响尾蛇，燕食就会本能的跑。 오늘 안 토끼고 안 토끼어서 이 뱀이 얘를 꽉 물었어요. 那么响尾蛇呢就咬了。 정상적으로 한다면 물리는 즉시 뭐요? 즉사요, 즉사. 那么被咬的同时，鼹鼠就会 一命呜呼，但是他不死。 안 죽고 어디서 나온 깡다군지는 몰라도. 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个梗。 뱀을 물라고 하니까 뱀이 지금 토끼고 있는 장면. 那么反而蛇呢？ 진짜 이게 뭐예요? 逃脱什么？ 逃脱鼹鼠啊，这就是什么猫怕老鼠一样，破天荒的事情。 자세히 그 배경을 조사해봤어요. 那么 科学家们就对这个背景呢，发生这种现象的背景进行了研究。 那么这种事情 누구한테만 벌어지냐 하면 是会发生。 수컷 다람쥐한테는 절대로 이런. 那么 雄性的 鼹鼠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암컷 다람쥐가 只有 雌性 鼹鼠 새끼를 낳아서 怀胎 怀胎以后 又就是喂养哺乳幼鼠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그런데 왜 이 엄마 다람쥐 为什么这个母鼹鼠不死呢？ 이 엄마 다람쥐 몸속에 이 뱀의 독소가 들어왔을 때 그 뱀의 독소를 产生一种 产生一种 새로운 물질이 생산되고 就是可以 化解掉、中和掉毒蛇毒的 所以说，所有的母鼹鼠的遗传基因里，什么时候被激活呢？就是他们生了幼子，哺乳的时候被激活，然后分泌出氨基酸。这种氨基酸呢，就可以中和蛇的毒性很强的毒素。那么母鼹鼠懂不懂得这个道理呢？它不懂，但是。 他的身体内的却这种机制在运作，就是证明了创造生命的主已经编好了这个程序，是吧？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鼓掌吗？ 다람쥐 한 마리도 이렇게 하거늘. 就是一条一只小鼹鼠，它的生命机制都是这样的完美，何况我们人呢，是吧？ 그만큼 여러분이 我们 이 창조주가 생기는 것에서 여러분의 유전자를 회복시킬 수 있습니다. 我们有自我恢复的系统，创造主已经在我们体内编入了这道程序。 이 새끼 다람쥐도 이렇게. 那么这只鼹鼠况且有这种本能的生命力量，而人呢却忽视了这种力量。所以信心很重要，信仰很重要。啊，이런 걸 보고 만다，看到这个啊，明白了生命的道理。我们的细胞遗传基因呢也会做反应。알아서。 当我们的遗传基因明白了创造主的道理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被激活，做真正的反应。这种遗传基因现象，不光是在鼹鼠身上，不光是在鼹鼠身上，不光对鼹鼠也有益，对蛇也有益。不发生这样的现象。 이런 현상이 아니라면은，不发生这样现象的话，如果吃掉母鼠的话，幼鼠都会死掉。那么结果食物链就被打破了。响尾蛇归根结底也会一块死掉。所以这种生命生生不息的生物链，就是在遗传基因里已经编写好了生命的程序。那么对鼹鼠，对蛇。 얘들 다 멸종돼 버리면 우리 인간도 멸종입니다. 有益对人类有益。 那么所有的生命就是这样有机的一体。那么所有的生命都有主宰这些生命，给这些生命赋予生命气息的存在，非常自然的存在。即便是微生物，他们的生命的机体里面的遗传基因里。 都镌刻着生命的信息啊，
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生命信息在运作着。我们身体里边生命的程序生态已经被破坏了，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恢复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不是偶发的。什么按照生辰八字来生存的人生，这是生命气息的法则。这个法则，生命气息的法则，就是爱的法则。爱的法则在控制着你们的遗传基因。从现在开始呢，你们要健康食疗、运动、水、阳光、节制，还有什么？啊，新鲜的空气、休息，还有什么？最后一个就是信赖。要信靠创造生命的创造，要源源不断的吸取创造者赋予我们的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的体内，在我们体内形成一种自然自愈的能力，让我们体会到自然自愈的力量。这个时候你就才真正变成一个新起点的人。다 같이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시간이죠 이제? 예, 산책 시간입니다. 말 그대로 산책입니다. 너무 운동하신다고 뛰시거나 심하게 하지 마시고요. 같이 계신 옆에 분과 그리고 옆에 방 같은 방 동료분들과 이렇게
좋은 얘기, 즐거운 얘기 하시면서 천천히 산책로로 가시겠는데 40분에 출발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40분에 로비에 모여서 출발하도록 하겠고요. 점심시간이 몇 시요? 12시 30분이요. 너무 또 자연에 심취하셔서 식사시간 놓치시는 일 없도록 하시고요. 12시 반 식사하신 후에 4시 15분까지 휴식시간입니다. 충분히 휴식하시고 그리고 나서 이제 4시 15분 오후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즐겁고 행복한 시간 보내시기 바랍니다.